哎，两个，真是咋打？阿东，一哥，你先去找个台子练练手吧，我给你安排两个美女助教，一会儿就可以跟助教小姐姐打球了。阿东，这谁啊？这老板娘，这是老板花高价请来的大网红，来我们这拍视频，给我们带带流量。行，先不跟你说了，我给他联系两个美女助教。什么高价钱请来大网红？我倒要看看你有什么真本事。你好，大网红，打一杆。我不算什么网红，我就普通爱好者。你找我什么事啊？我是这球厅老板娘，跟我打一局，如果连我都赢不了，趁早滚蛋。老板娘，那行吧，我们切磋一下吧。不带生气的啊。他这话啥意思？就你还想让我生气？马球。谁还没个食物？我个兄弟朋友喊我饮烧酒，饮到我泪屎。看我这叫味，跟头发一样顺滑。一哥，叮叮叮，是咋还发了球嘞？没一点眼力劲儿。出什么事儿？哦，今天下雨，我们车不好约，两个助教小姐姐出不来，可能耽误了一会儿。看我这机械吧。好嘞。弟哥，你啥时候买车了？前两天你还说手头紧。我啊，想便宜买好车，就得找瓜子二手车大平台。大平台多大？累计成交量超过100万台，现在一年一度好车节，每天都有半价车，快点我评论区置顶链接就能参与了。绕了，磨磨唧唧的。你要是打得像个菜鸟一样，漂亮助教，你别想要了。老板娘，我不是靠打球技术出名的。嗯。懵的，两个，这球咋打？靠什么出的名啊？懵球啊！懵球能有什么水平？能耐的话，这几个球你别懵。那我怎么打？五号球反击中袋，二号进底袋，剩下两个球。随便秀个杆法，要是你能做到的话，在老板给你的好处基础上，我再给你翻个倍。那我试试吧，但是我水平不高啊。这么好的机会可不能错过。当我想要去走一走，山外用山比山高，这也能进啊？娘，这样算做到吗？这我算你做到了。那好处翻倍吗？老板到底给了你什么好处啊？没啥，他就是答应给我找八个骗你去小朋友打球，现在翻倍了，16个。不管是车还是酒姐，还得看我弟哥。少来！我。